演的都是那种坏人啊，就是给大家感觉都是那种很凶的那种角色。那么在生活当中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一样啊，是个什么样的爸爸？就是比孩子还调皮的爸爸吧。哎，你会听吗？他一直好认真。哎，这个节目呢，就是 you take care of me， 你要照顾我的，你照顾到我好一点的就不行。来，帮我抱。哎呦，喂，快点！我也算过了，其实你也不是我徒弟那么简单。啊，你说呢？我不会是龙虎凤中的一味菜吧？不是不是，你就是一个聋子。我是个聋子，可我一直听到你说话呀。对呀，我会怕你变成聋子。师傅要打我，把他们压在你啊！不，聋子不好听。广东人有文化啊，你就是个塔。我是个塔，对，蛋塔。师傅明白了，你就让我变成一座塔，压在白娘子的身上，压了五百上老公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从此以后，在杭州的西湖边上，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——雷峰塔。师傅，我看他们俩变得差不多了，嗯，但现在还是要找一只猫啊，我觉得。对呀、啊，找到一个猫，我就可以炖了、啊。我刚才看到下面好像有一只猫，哎，哪里有吗？有，谁要养猫？给我们一只猫，找一找好吧？哎，来，一起走。还差一只猫啊！还差一只猫，这个猫我抓住了。还差一只猫。哎呀，我们一起上来了。哎，这里有一只猫。来，抓住一只，抓住一只，来，哎呀，抓住！走啊走！我抓住一个吧。快，慢一点。啊！来，左边。你睇下，睇下几丑样，系咪好小事啊？唔要。八块银嘅喎，你唔好再搞先，我哋啊，我唔接住佢啦，就咁样，我咁样。我要这个 Mira， 我叫 Mira， 是养的，不是。啊，在哪里？ Hello， 老弟，做乜嘢啊？唔使呢个，唔使呢个。好啦，唔使呢个，唔得啦。你落去啦。你又带呢个，到时，唉，跟住你一拿下来，你就整块胶布又脱掉了。你真的是，哎，你真的太笨了，我不想跟你说。好，这我写个笼子，你看一下啊。来，下去。
起来，转过来，跳出来，下去，起来，再起来，起来以后压下去以后，最后再起来，笔再转转转，还得要给我起来。笔写好了，还是没有写过字一样的。哦，真的，对对对，始终在祈祷之间，在提案之间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就像这个软的东西，那么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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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始终听着我的手的指挥，手的指挥，手的指挥，手的指挥。压，转过去，又把它摆进来，转过来，就是下来了嘛。都两个肺阶段啊，就是现在不是不是？这个方向你就可以连续了吧？练字。直。好，再竖直，再竖直，再拉长，还长一点点。哎，那转那个转那个鼻，这鼻缝一转。哎，就是这个调得起来就好了。那个就是这个意思嘛，鼻缝一转，一转的话就变成中锋。